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大老虎，演播紫金。《明朝败家子》第652章，皇孙。在方奇帆的一番教导之后，朱厚照大抵明白了手术的过程。显然这手术的难度比他预想的要难了许多，他还以为都和割腰子一样的，啪叽一下就出来了。因而啊，朱厚照深吸一口气，不得不谨慎起来。肚子里可是自己的孩子呀，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子，你还有皇位和江山要继承呢，要活下来呀。方奇帆其实比朱厚照还要紧张，因为这个时代的手术器械自然远不如上一世的，这个时候能否完成手术就得看朱厚照的功力了，器械不行，刀工来凑啊。方奇帆摸着方氏的肚子，大抵确认孩子的位置，而后他取了一块布来遮住了方氏肚子上只留下一个手术用的小口，这是为了防止血流出来到处都是。朱厚照取了手术刀，方奇帆则拿了止血钳一袋。殿下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为了防止大出血一定要快，迟一分方妃就多一分危险。明白。朱厚照颔首。方锦帆深吸一口气，既如此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开始。朱厚照深深吸一口气，他全神贯注起来，这家伙心理素质太好，上辈子一定是杀猪匠啊。随后朱厚照按着手术的位置，拿着这锋利无比的手术刀，轻轻开始在方妃肚皮上划过了。臭麻子汤虽然有一定麻醉效果，可效果有限，方妃感觉到疼了，她眼泪扑簌而下。这种自己平躺着，两个人那屠宰刀具在自己身上开膛破肚的感觉，足以使一个女人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恐怖。可是她咬着牙不敢动弹，他心里知道倘若随意乱动，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方锦帆忍不住握住他的手安慰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紧张，没事的，很快就没事，马上就要看到孩子了。什么？方飞的手冰凉，声音哽咽，我不动，我不疼。方锦帆颔首，随即全神贯注观察着朱厚照的下刀方向。朱厚照皱眉，双目如电一般，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划开了第一层肚皮。划开了，他已能看到后头肚皮的血迹斑斑。方锦帆突然在想，眼前场景岂不和剥皮一样吗？这是祖传的手艺啊。想当初太祖高皇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剥皮冲草。方启帆说，继续撒汗。朱厚照察觉自己额头已有汗水了，汗水是绝不能滴落下去的，很容易使伤口感染。方启帆忙是给他擦汗，朱厚照继续凝视手术部位，划下第二刀，第二层皮徐徐翻开，他的手很稳，不偏不倚，这个表情犹如当初杀猪的王守仁，平静且快捷。朱厚照继续手术刀划开第三层肚皮，肚皮有七层，后世手术里绝不只是一下子将肚子划开那么简单，剖腹的难度和割腰子区别就在于此，因为剖腹所需划开的伤口较大，必须将一层一层皮给划开，而后迅速取出孩子和胎盘，接着一层一层进行缝合，若是一刀直接下去，即便缝合怕是也止不住血。方世强忍着，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肚皮一层一层被划开，这是极恐怖的事情。他抬眸看着朱厚照，又看看方启帆，两个人低着头，他死死拽着方启帆的手。哥，孩子，孩子出来了吗？快了，这才只是开始呢。接下来第三层，第四层。显然当前手术器械依旧还是不过关，
手术刀的锋利程度还是远不如后世。至第四层之后，那一层层薄薄肚皮之下几乎可看到腹腔了。方启帆下意识地预备了纱布，随时要准备止血。一般的剖腹产是不需要输血的，因为剖腹产一般情况之下是不会触及到大动脉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手术时间过于冗长，又或者产妇可能有先天性贫血，当然最可怕的情况是遭遇下肢静脉栓塞，这种几率不高。方继帆一手被方飞死死拉着，他能感受到方飞手上的冰凉，凭着臭麻子汤那一点麻醉效果，方继帆心里想，都知道方飞一定是很疼，疼得厉害。方继帆却不忍心去看方飞的脸。此时朱厚照开始划开最后一层肚皮，血肉模糊，朱厚照面无表情。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不昏厥才怪了，可小朱是什么人呢？这次打小就渴望刀头舔血，而今他的愿望得以满足，这个过程他很享受很快乐。方继帆不断地用纱布堆积在创口的四周，殷红的血液开始流出来。朱厚照开始取止血钳，只是这止血钳并非是止血，而是将创口撑大。朱厚照开始切开子宫，赶紧！方继帆哪里敢迟疑，双手伸入创口，徐徐地将一个脑袋小心翼翼取了出来，接着开始徐徐拉扯。长得新型古怪的小家伙浑身湿漉漉的，全身皮肤褶皱，只有一只大老鼠那般大，慢慢地出现在这个世界。似乎到了肚皮处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卡住了，方继帆狠狠一拽，小伙子随着羊水和鲜血离开了母体。方继帆立刻取来剪子剪开脐带，随后小家伙终于意识到，从此之后自己再不是靠母体的脐带来给自己维持生命了，他已成为独立的个体，于是哇的一声开始发出嚎哭之声。哭声不大，显然气息还很虚弱，毕竟是早产儿。这大老鼠方继帆二话不说直接丢到一边，那儿有个托盘，托盘中堆满了纱布。朱厚照大叫，孩子怎么样？方继帆平静地说，很丑。朱厚照说，本宫问你是男是女。方继帆只好凑过去看了看，一个熟悉的玩意儿映入自己眼帘，之所以熟悉是因为自己也有，而且比他大。男！朱厚照顿时激动起来，恨不得要叉腰了。方继帆见朱厚照脸色不自然，立即说，赶紧取胎盘。那方飞听到了哭声也是喜极而泣了，他原本一直心心念念着要生下一个皇孙，可这一声哭声心早已融化了。对他而言，朱厚照忙是取出止血钳继续撑大创口。方启帆没有犹豫取出了胎盘，此时方启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后襟已经湿了。方启帆说，殿下赶紧缝合，要快，孩子我来料理。朱厚照看了方飞一眼，方飞已是昏厥了过去，耳边还听到孩子虚弱的哇哇哭声。朱厚照觉得很是悦耳，可他知道展现自己神乎奇迹般的技巧之时到了。他取针，双手开始翻飞，一道道绵密的针线立即出现。方继帆忍不住还招呼，殿下记得所有针线都要留一道口子，将来好拆线呢。朱厚照需要缝五层，可缝合在里头的线却不能留在肚子里，这个时代并没有可吸收的缝合线，这线是不能烂在肚子里的，因而在缝合的时候需要有一根线头留在外面，五根线都得流出，到时候拆线时怕又是一个哭天喊地的过程，这里头线一根根的抽出是要命的呀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方飞能够活下来。朱厚照开始飞快地缝线，
而方继藩对于朱厚照缝线的技术倒是能放心，忙是去照顾孩子了。他倒提着孩子，令着孩子口里可能吸入的羊水倒出来，孩子哇哇大哭，方继藩面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等看着差不多了，方继藩方才将这大老鼠给平放在托盘上。蚕室里本就暖和，烧了地笼，所以不必害怕大老鼠冻着。方继藩取出大棉签，而后沾着酒精开始擦拭孩子浑身上下每个部位，尤其是脐带部位。将这酒精涂抹全身之后，方继藩才松了口气，孩子开始蠕动着嘴，似乎不想哭了，太累了。方继藩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襁褓，将其包裹。襁褓有些大，显然宫中没有料到早产儿的情况，不过不大紧，多裹一层就是了。将它包好了，方继藩便将大老鼠放置在一边。孩子很健康，想来他的营养在肚子里时得到充分的保证。方继藩最担心的是孩子可能肺部未发育完全情况没有出现，若是穷人家的孩子多半就不成了。方继藩回到手术台，朱厚照低头继续缝线，从里往外缝，一层一层，已经第三层了。太医见方继藩凑上来，忍不住嫌弃说：去照顾本宫的孩子。方继藩说：我想看着我妹子。朱厚照拿他没法子，而方继藩则先去摸摸方妃的额头，体温还算正常，呼吸也还均匀，不过有些虚弱。腹部在缝制之后虽偶有血珠在往外冒，可失血情况并不严重。方继藩心里想，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自己了，你行的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打老虎，演播紫金。